你不要种菜啦。哎、欸哦，这个耶、yeah! 队友啊，这队友啊，打人啊！你的衣服我拿走了。队友打人啊！这队友也太奇怪了。哎、欸，所以我自动会多一件衣服哦。你就是多我拔你拔下的那一件啊。所以你刚把我衣服拔掉，他会再补回来。对啊。哦、我已经把你衣服丢地上啦、啊。你的衣服可以拿来染染颜色。Oh. 拿漂白水再加墨汁，它就会变跟浴巾衣服一样。我还可以去偷挖这个，到底可以偷挖？你去偷菜？最好去偷菜啊！我偷了两个。还是我把它菜偷走，它就会失业。再给我两分钟，我知道怎么考了，拜托，露出再给我一次机会。哈哈哈，给我最后一次机会了，很惨呢。啊，我知道怎么用了啦，气，把那个吃掉，吃掉。我真的看小雨一直被狙击，就像在室内一样。哎，怎么打架了？我不知道。我在乖乖洗澡、哦。我洗好澡，我要给东西啊。对啊，我刚刚放到手指上，是血清。哎、欸，喵，他到底失业了没啊？还没吧？要好像三次，那我现在刚失败两次。龙根还是喵哈？啊、可恶！你跑我怎么看到一个死老鼠？我喜欢比别人慢一点。刚刚才看到我家，那就是我家，你想怎样？你这是不是想搞我？没有没有，怎么好像？怎么敢？敢打爆啊？对啊，你们可以直接打爆他，让他不要去上班就好了，不是吗？对啊，我刚才就在等猪，那就把他打爆啦、啊，然后顺便连影月都打爆。对啊，这个队友是这样子啊。鬼！小雨，你不要在这里，还要增加警戒值啊！可是我要拿东西。你要找谁的东西？我要拿。你不要拿我东西啦！这杰瑞的啦。好好好好好。那东西在里面要拿。一直被狙击啊！帮喵妈找胶带。早餐期间要闹。造骚动，你很大、哦。你们的都好、嗯，你们的都好奇怪哦。我们都好奇怪，你放尊重哦，尊重一点哦。那你们的任务，不要让你房间变奇怪哦。不要、啊，让你被警察抓走。我进不去，要叫里面那个人赶快出来啊！喵花又要拿东西啊，又在里面晃。你，我帮你堵门哦，叫警察比较不会进来。我被殴呢。算了算了，我去。你为什么这么多食物丢地上啊？肚子饿就可以捡起来吃。太饿了吧？哪里食物丢地上？我看你厨房里面，那不是你丢的吗？我会来不及，我会来不及做啊！我先烤一烤放地上嘛。欸、有上校哎、欸，嗨。怪，我是学徒哎、欸。不是啊，棉花什么时候出来啊？哦。喵在这里啊！有，我给他东西了。哎、欸，我真的是大富豪，我快200块了。可以买一些。真的。点名，点名，点名。点个名，点个。我突然关灯了。什么游戏啊？点名啦！点名啦！等一下点完名要睡觉啦。好哩。扮演监狱人。嗯。扮演什么？不知道啊，我不知道。要先破坏发电的地方，然后剪掉电线吧。破坏东西。先找一下发电机在哪里。欸、可是这关的感觉大家都没什么在卖东西。对啊，都没在卖、欸。我已经存到205块了。发电机在哪里啊？这是我看到发电机组了，在这里。可以做木箱子，看哪里啊？放在那个当梯。
发电机组在厨房的下面。厨房。关掉电源。发电机组只要直接关电源就好了。哦，所以只要有一个人去关电源，然后。对。然后其他人就去捡铁丝网，这样就行了。哦，好，那就等一下就开始先做那个。做黄金剪刀，因为要剪两层。谁还没睡觉？睡了。蓝色，蓝色。你在吵不睡了？不要玩老鼠了，不要逼我。不要玩老鼠了。不要玩老鼠。来呀，白天，白天。好了，糟了，糟了，点名，点名，点名。啊、我去想办法做剪刀。哎、欸，一关掉之后，监视器就会动了、欸。还没重开吧？一段时间应该就被重开吧？对啊，一段时间就开了。欸有一个少校、欸，好想打他哦、喔。有他光头吗？对啊，要扁他。现在不行啊，现在人太多了。现在不行啊，你这样会被揍死啊！这个时间，扁人也是要看时间的。我想扁你啊、喔！扁人也不挑对象，呵呵，乱扁一通，能扁就扁。这我们还要做假人吗？还是要啊？你是晚上的时候跑出去的啊？嗯。再接任务就可以提前出去，嗯，啊开了，什么东西开了？那个监视器，灯亮了。我两把锉刀，哎、欸，京城大骚动，来大骚动一波。我有出街剪刀了，好，我需要。等一下，等一下。哦、拿出做大骚动了吗？有人要做骚动吗？我拿个刀子。小雨真的是到处都被狙击。我就没有被狙击，就只有你看我被狙击哟。我骚动了、哦，好。啊，我来不及吃饭了。到处解仇，我砍了四个人，这是解仇大师耶、欸！这个队友怪怪的哎、欸，啊，来不及工作时间，来谁？工作时间，我要去阻止喵哈了。哎、欸，我这样解仇是不是等一下他们都不给我任务了？三三会吗？看状况吧。你如果喵哈，过来，喵哈。我想去厕所，挂着。去啊，你先找个安全的地方躲着。有，我挂在安全的地方。喵哈嘞，喵在上面。喵哈嘞，就是那一个。我、哦、砍错人了啦，这一个啦，白头发的啦。我砍到巧克力了，你要被巧克力打死啊！妈妈，他在叫妈妈了。你加油啊、哦！巧克力不应该很强哦。跑，还跑！喵跑过来了，喵跑过来了！你竟然放过喵花了！然后，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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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欸，好！我发现小我被扒了一下。嗯，红色那个障碍物好。二阶剪刀，我有二阶剪刀了。工作哎、欸，还是工作时间、嗯，你还可以过去啊。嗯，我现在想办法弄出三阶剪刀。你缺啥？我有很多锉刀。所以缺胶带，如果有很多锉刀的话，就缺胶带而已。关哥，嗯，胶带，胶带。锻炼时间，翻小雨的抽屉有没有胶带？没有。阿、啊、杰的抽屉没有胶带。杰克又想打人了，杰克又想打人了，杰克又想打人了。没有啦，只是
为了冲刺好不好？冲刺。哦，冲刺，然后前面那个人就被揍了，然后刚好又是哈基。怎么冲刺？杰克又揍人是不是？他又想揍人了。冲刺。哦，要不要每次在揍人？有没有交代啊？我需要交代啊。那我的家人。哦。啊，跟有人卖啊。有螺丝刀哎、欸。跟你讲，缺交代力。还是你要一卷卫生纸？这个人很难沟通哎、欸，听不懂人话。我知道了、啊，怎么会有这种队友啊？啊我要去洗碗呐、啊，很忙啊，我一边运动啊，边运动还一边编人，是很累耶、欸。没有交代、欸。缺胶带啊、嗯、有没有人有卖胶带买一下、啊、可是现在就是没有人卖东西啊那不要逼我搜刮全部人哦什么都杀掉这些搜刮吗就把他打晕啊欸我有285块、哎、好多钱啊、哦、高片书欸我搞不好可以做什么游戏？左下角有哦，我找到胶带了，太棒！可是我要怎么带回去啊？又要怎么带回去啊？好人接应你。那个颜色、哦？左上面好像可以哦。那个颜色？啊？我是红色。哎、欸，我看一下你啊。悠，走出来了，我走出来了。繁星，你的锉刀在哪边？锉刀在我的箱子里。你的箱子，你放在夹层吗？来了，我来。放在这里可以吗？可以耶。那你，我想说放在监视器。每次看到你都被抓。没有，没有被抓，只是他刚好。杰克，给我出来！他只是看到我，好不好？陆可，陆可，杰克，给我出来！看人家干什么东西？你干什么东西？啊！你在混啊！哎，我最高级的剪刀，剪刀准备好了。好，好，坐下来。干什么？你干什么？我拿一下那个绷带啦。干什么？那个没有要的。哎、欸，不是这一张。哎、欸，不是过不去啊，大哥。要怎么解锁东西？东西到了就可以。什么东西解锁东西？因为我现在有个叫刀片书打不太大。刀片书来第四的第四视力四十的第四东西有才会开书刀片书吧对啊书你要有书纸跟刀片啊我都有啊那就可以做啦、啊、白痴哦对啊那就可以做啦、啊、要先刀片、啊、你刀片给我身上有梳子，还谁？不是你要给我，我要做。哦、你要好好好，我丢梳子给你。知道为什么？现在身上是刀片剃的。梳子。在我家干嘛？一直蹭。谁在上面蹭啊？在我家敲、哦。乱磕乱磕。被打过是不是？打架喽！所以现在缺什么？我们东西够了，现在就等晚上了。等晚上是？嗯。然后要看我们要在哪边汇合，一个人要去关电源，然后其他人去捡那个。所以等下哪边汇合啊？加吧。哦。这里出去不行。所以要从哪边出去啊？我看看，先去探看一下地形。哦，这里有狙击手哎，不行啊！没错，哎呦，好痛！等一下，左手，少一个锉刀。这哨塔旁边应该是不能捡铁丝网吧？好像被狙吧，我记得那次我们是挨了好多枪。感觉是一个很白目的动作。那要去找其他适合的地方出去，我们去找看看。开到几点？开到十一点。
哎、欸，违禁品，你身上违禁品，什么东西？拜拜！我你拿了什么东西在身上啊？做了什么？牛奶吗？螺丝刀啦！啊、你是白痴哦、喔！啊？螺丝刀啦！这是螺丝，螺丝刀不行啊！螺丝刀看起来像是红色的，看它是红色的。哦，它是红色，它是红色的。餐刀可以啦，螺丝刀不行。哎、欸，我们是不是要准备两把剪刀啊？如果我们要走安全一点的地方的话。啊！被狙了！可是他是旁边都有哨塔哎、欸。嗯。竹子喵哈，打他！竹子时间。不是守门员。是守门员。去哪了？倒回去啊，八七就可以。嗯嗯，挺慢的。